说呢，就是我主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是团结，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 cup 这样子去用这个 cup 的名义去做一些善事，然后回归大家这样子，就可能以后越来越大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可以组团到别的地方去做或者去玩这样子，这是我的用意。大家想不想啊？其实啊，想不想呢？OK， 好。